各位早安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胖恩。对，我刚睡醒，所以有点累。那今天是来日本的第五天，今天原本预计也是用加帕斯出去。对，今天的目的地原本是尾道，尾道就是一个在海边的一个小镇，然后听说是那种文青小镇。就是我刚刚就是大概三点多的时候被吵醒，就是他收到一堆那个讯息，就是避难讯息，因为像那个日本这边下大雨，就是他有一些那个避难指示，叫我们去避难的一些简讯。说哇，好，竟然会让我遇到这些事，对，傻眼。那刚刚我想说，这个指示是不是只是通知住在那边的人？然后我想说我要去查一下尾道那边的班次，就一查之后发现全部取消，很怂，因大雨暂停运行。哎，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我的 JR Pass 只剩下两天，就是今天跟明天。那我今天如果不去尾道的话，可能会浪费我的 JR Pass， 所以我再思考一下。唉，天气还是很不好。那我今天就是打算把我最后一天的行程移到前面。对，那我要去那个广岛的那个原爆博物馆。那今天一整天都会搭那个广岛的路面电车。对，你看这个月台真的超小一个，它只有一个人站。如果没办法去的话，就下次再去，总是会留一些残念吧。对，可以跟大家分享啊，就是如果搭广岛的路面电车，它上下车都需要刷卡的。上车的时候要刷比较矮的这个，那下车要刷比较上面这个。那我也是用那个西瓜卡感应，就直接拍卡就可以上下车了，其实很方便。今天早上吃麦当劳，现在雨大到连麦当劳里面都在下雨。这麦当劳里面疯狂下雨，大家都说来麦当劳要吃那个松饼汉堡。对，殊不知我刚刚一开始点错，是变成我现在有两个汉堡，我点成满福堡，我给大家看。超蠢的，我刚刚原本是要点松饼汉堡，点成满福堡。我想说这个就是满福堡，哪是松饼？殊不知是我自己点错，好蠢哦！大家来记得要点对，那个松饼汉堡叫那个，对，对啦，这个才是啦。这个松饼超香的，它有一个枫糖的香气。我是点最基本的，就是有一个猪肉，嗯，好香好香。好好吃！大家来日本早上吃麦当劳，一定要点这个松饼汉堡，真的超级好吃，很推荐。它里面有一个蜂蜜的香气，其实还咸甜咸甜的，好吃好吃。好，那我要继续吃早餐。现在在我身后就是那个广岛的原爆原顶，那就是当时那个广岛原子弹的那个残骸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那个原爆之子的塑像，是说他是2岁的时候受到那个原爆的灾害，他10年之后因白血病死亡，所以为了就是悼念他，所以就是为他设了一个那个纪念碑。然后旁边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希望和平的那个纸鹤。天啊，每次看到这种画面，我都觉得我讲不下去。等一下，我就没办法录。等一下，大家原爆就是有广岛跟长崎嘛。那之前
个长期的那个云豹馆，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不要战争，就是真的是希望世界和平。就大家如果来广岛的话，可以来这个和平公园走走，因为就是可以感触很深。这是平和公园里面的那个平和池，广岛和平都市纪念碑，对，就是那个原爆的罹难者的慰灵碑。去那个广岛平和纪念馆，这边是那个平和纪念馆的营业时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还有费用。我现在在那个原爆的和平纪念资料馆，它的入场券是一个人是200日元，那我还借了这个导览的话，一个人是400日元。大家来的话，可以借这个导览，会比较听得懂他在做什么。造型，它名称为小男孩。它这个是头戴长崎的原子弹的造型。这是原爆后的遗迹。现在各位看到，这就是广岛的原爆原顶，对，就是它也是一个广岛的世界遗产。它就是那时候原子弹爆炸之后留下来的遗迹。嗨，各位，我现在回到饭店了。对，我刚刚一直在外面，今天雨真的太大，所以我们在外面没办法录结尾，所以我就回到饭店再跟大家分享。前面你就会看到我今天去了那个广岛的和平纪念公园，那一个公园很大一个，它里面就是会有一个那个广岛和平资料馆，那个资料馆里面啊，就会叙述那时候原爆当时的情况，还有之后后续的一些历史跟故事。那我觉得里面真的是一定要借那个导览，因为导览上面是可以有中文的，那你在听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它里面在讲什么故事。我真的觉得很惊人，很震撼。我之前去长崎的时候，我也是觉得就
就是进去就有种头皮发麻、鸡皮疙瘩的感觉，就是你会被那个当下的气氛感染，就是当场很多人都有在啜泣之类的。所以你们要去的是要先做一点心理建设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景点是一定要排进这个行程的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历史嘛，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去了解 这段历史跟故事。啊，里面还有一个那个原爆罹难者的追悼和平祈愿馆，那个祈愿馆里面就是会有一些罹难者的照片，我觉得那个进去这也要有心理建设。那也有一些就是当时设立的那一些什么慰灵碑啊，还有就是那个原爆圆顶，就是最大家最熟悉的那个圆顶的那个建筑物，那个建筑物也是大家来一定要去的地方。反正我今天在外面讲，我记得讲的没有很好，就是因为那时候感触真的太深了，我真的没办法讲话。旁边有一个是那个广岛紫鹤塔，它可以看到整个广岛的市区。那个在网络上看，大家看照片很漂亮，可我这次没有去，因为今天这个天气太不好了，真的很抱歉。以上就是我今天去那个和平纪念馆的 vlog， 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了解这段历史，或是去看看当时发生的情况跟后续的一些故事。对，好，今天影片到这喽。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，还有更多日本旅游的影片哦。好，订阅我了吗？拜拜！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哦。